由南投市公所主办雅兰社区承办的108年弱势妇女家庭成长建设课程，日前已经在社区活动中心展开。这课程的内容包括有法律的咨询、卫教宣导、手工艺制作等等。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活动的举办，会当促进妇女朋友对着家庭关系经营，同时也增加因对着社区活动的参与。借着手工艺制作，那带动妇女朋友学习的兴趣，长期买单教导处理的人，用简单的材料就会当做回 DIY， 促进家庭的互动甲感情。DIY 就是手脑并用啊，嘿，这样我们来设计很好啊，常常做这个，增加我们才不会老人痴呆什么的啊。手做美劳就是做那个花，就是要让长辈们他们可以手脑并用，手指头的关节促进血液循环，可以让他们动一动，然后脑筋动一下，对他们来讲是有帮助的。南投市雅兰社区基础承办南投县108年度弱势妇女家庭成长研习，安排规天的课程，包括着法律咨询、卫教宣导、手工艺制作等等，来让上东多元。就早上的时候，就是他们有讲那个家庭怎么沟通，还有一些法律上的问题，嘿，都有讲哎。有什么帮助吗？觉得有没有什么？我们增加我们的知识啊，不然我们都不懂啊。那个法律常常在变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早上有讲一些法律常识哈，还有一些就是有关于我们，财产继承方面的，还有老人家怎么。老人家身上有存钱，以后怎么处理？哦，就是你要去小孩子的话，如果很多个，就是要去继承，要去用限定继承，哦，然后让大家了解一下说，说你要怎么做才有用。那我们今天邀请了我们，南投妇女中心的许佩月老师，哦，来针对我们，这些弱势妇女的部分，哈，做一些法律咨询的一个部分的一个讲习。那也搭配了我们的一个手艺创作的部分哈，那再来就是我们还邀请了卫生所来做一个卫教宣导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青春鼓舞的一个课程。透过6点钟的课程，主办单位希望妇女朋友对于家庭相关的法律、卫教观念、甲兴趣的培养等等，拢会当更加有想法，和大家伫家庭沟通、自我提升、社会参与等等，拢会当更加顺利甲进步。记者陈信昌报道。